一是迅速关停中高风险地区文化和旅游经营场所和服务场所，第一时间关停高风险地区文化市场经营场所19个，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21个，第一时间关停中风险地区文化市场经营场所5家，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7个。二是动员低风险地区文化和旅游经营场所和服务场所主动关闭。大连人民文化俱乐部、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剧院、红旗大舞台、开发区大剧院、金三角剧场5家专业剧场全部关闭，室内5家舞厅全部关闭。23家室内景区和有室内场馆的景区中，大连森林动物园、热带雨林爬虫馆、生态鸟馆、大连博物馆、大连自然博物馆、大连武术文化博物馆、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、金石滩景区室内场馆等21家采取了主动关停措施。1614家文化馆站和博物馆、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场所